哥哥不就喜欢我的虎囊之词吗？对吧？是的呢，今天可以摸鸡了，好舒服啊。嗯，哥哥直接私信我你的 QQ 吧。想听羊瓶子？可以的吧？你想听什么，我们就听什么。办卡有音频的，哥哥。飞机就有视频了。你喜欢哪一种啊？可以告诉我哟。就是就是，阿土可良心了。又是新的一天了，娘心大不大就不知道了，可大了，真的了。肉嘟嘟，应该不是胖乎乎，阿兔只是肉很多。熊熊，哥哥们送个班卡吧，阿兔插三张班卡就可以完成一行了。看看卓，好的呀，哥哥，马上就给你看。你也是我们这里的老朋友了，老朋友嘛，自然是要给你看的。马上马上，喜欢看什么样的卓呀？阿土的卓，一定是粉粉的、肉肉的，对不对？胖乎乎的，特别好看。哥哥非常的喜欢，是吗？看到了吗？苹果用户的话，去，苹果用户的话，就，上淘宝充值就好了，淘宝或者京东充值就好了。我就知道马师傅喜欢，阿兔的脚。粉不粉啊？叫医生！叫医生！查查白哥哥，给人家过个一星吗？好不好？死鬼！给阿兔过个一星吗？
常总，人家想要圆月可吗？常总，好不好呀？常总，就送圆月卡就好了。圆月卡最近有活动的吧？舒服，要吗？人家想要吗？好吗？圆月卡不是一样的价格吗？哥哥们还差8块9，一张办卡就好了。我的包，办卡有音频的，哥哥。你都已经听过了，你就不要在这里装了好吗？你不会是健忘吧？这就是传说中的拔，然后无情，好过分。这就是你吗？好过分啊，哥哥，还差2张半卡啊。谢谢哥哥的圆月卡，谢谢哥。找我就好了。哥哥以后找我就好了。送吧。我居然在我们二二那里已经混成了黄色的牌子。这就是白嫖的力量了，舒服。是的，月圆半刻。昨天晚上，阿土又吃饱了。要不要来老师家里补个课啊？感谢我茶总，感谢茶总。哇哦，火速下个人头，感谢我们茶总的
玉兔啊，玉兔飞机，祝我们茶宗中秋假期快乐。看来茶宗金二哥又要学习了，真是好学呢。我们补的不是那种，我们是属于，你懂的吧？茶总说：“别给我发。哦”我知道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茶总，马上发，现在就发。哥哥们送个飞机或者办卡给阿图吧，办了卡的哥哥都私信我 QQ 就好了。感谢我们的特雷西麦克格雷宾，就是那个听起来名字很像黑执事里面那个死神，你私信我你的，懂吗？感谢你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吓了一跳。我也是耳机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当场接受。既然都醒了，不如送送免费的月饼吧，你说呢？老公，我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公，把你弄醒了。老公想要什么样的补偿啊，老公？送了办卡的哥哥都要私信我你的 QQ， 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知道哥哥很生气，就用月饼砸死我吧。老公，人家错了，对不住啊，老婆不是故意的，好吗？真的，不要了，不敢要了。好像紫薇的声音啊，奴婢真的没有勾引皇上啊，皇后娘娘。
个活动叫做玉兔奔月，点进去之后就可以领取免费的月饼了。谁吧，送了办卡的哥哥都主动的私信我吧，爱你哦。有的呢，当当哥。最近舌头上长破了，不然一定能够舔得更好听的。谢谢哥哥们的月饼啊，爱你哦。笑天鹅的呀，现在还有不少的新角色呢。感谢我们的霸道姑娘最给你送给阿土的一张本卡呀。睡吧，是的呢。怎么不理我了？为什么要不理我了呀，死鬼。是呀，你送个飞机。你就可以看到新东西了。快点送我月饼，神力。免费的月饼还不送一送给我。他又不直播，毕竟他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，跟阿兔这种才上市的公司的普通员工
是不一样的。在你们的手机界面旁边有一个玉兔奔月，点进去就可以点月饼了，就可以领月饼了。哥哥们领一个吧。他的那个气球就当做是今天我在他直播间升到11级的奖励吧。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我今天在他直播间升到了11级，见到您哥哥。要不要送个飞机啊，老公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他可就抽不出来了，宝儿。什么尺寸啊？哥哥想要知道什么尺寸啊？哪个头发亮起来呀？哥哥们送个飞机或者办卡给阿图吧，礼物都是不白送的。礼物都是不白送的，宝儿。是的，送完都是可以私信阿图的。送了气球之后呢？比心。比心，自然要比个耐心的。每天都直播到晚上3点钟的哥哥，
秋给他发吗？你是在透支我的额度吗？真是的。发生了什么呀？没有啊。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的头顶好秃。老婆，你还没有背包吗？是的呢，还在等你呢。还有就是我的头发好乱啊。多大了呀？今年22啦，宝。私信完了吗？我看看。看到了吧，姐姐这就加你哦。申请加你。我的号今天挂得好慢啊，就挂得好快啊。谢哥的阳光飞机啊。这么快就不能加人了吗？我也太苦了。换个新号加你了。谢谢我们神秘酱的一个飞机啊，为我的三星做出了贡献。一滴都没有了。你今天不是说有 2.2 吗？对吧？证明你还有余翅啊，还可以再抽一抽，你说呢？荧光棒我也要啊，等候把今天的经验值拉满，你说对吗？
怎么就对身体不好了？那个格雷宾，我加你了吗？我看看。哦，是不是？我也重新加一下格雷宾吧。又是300块没了，300块三张卡，不会吧？野心消费，那我争取拨到2050啊。好不好？这个声音谁顶得住啊？你送张办卡更顶不住，臭弟弟。那不是血赚吗，宝？那不是血赚吗？可能里面装的是老板的摄像头啊，对吧？我每天下播之后就在这个房间里睡觉，然后他就一直看着我。有时候下播之后，我的经纪人也会来接我下班。他总是对我动手动脚的，小黄人都看在眼里呢。哥哥们送个办卡吧，好吗？一张办卡就好了，哥哥。送个飞机的话，就有 MP4 了。你怎么知道是个光头？你怎么知道是光头的？不会，不会，你就是那个人吧？主要是送了之后有东西啊，爸，子清哥哥私信我你的 QQ 吧。这是在演《甄嬛传》吗？皇上，阿兔的心口
好疼啊！皇上，快帮阿土看看。皇上，帮阿土看看，我这心口要揉揉，才能不疼啊！好哥哥，快帮帮阿土！皇上。皇上，你快帮臣妾看看，你不来，阿土总是心慌。是的呢，哥哥们没有送过飞机或者班卡的哥哥，可以送个飞机或者班卡试试啊。茶总不愧是茶总，这茶的艺术念得比我好。学会了，学会了，阿兔以后也学会了，哥哥可要心疼阿土啊，好吗，亲爱的？送个铁鸟是什么意思啊？哥哥要对我做什么？不要。我害怕，皇上。送个飞机或者半抗给阿土吧，皇上。半抗有音频的，飞机有视频。哥哥，感谢我们误导听风哥哥。肯定啊，没有那个金刚钻，我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呀。你说是吗？说的对，你就想我穿这么多，我还有那么多的飞机，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阿土穿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的飞机啊？好奇怪啊！
感谢我千刀哥送给我的飞机。不会是因为哥哥们觉得阿兔穿得多别有一番风味吧？不会吧？那是为什么呢？送完之后私信我你的 QQ 吧。是的，我的包。因为阿图就是36D啊。手感很好的36D，哦天哪，你不要这么讲，我怎么适合演电视剧里的配音呢？我演的都是有光头帅哥的配音啊。先活在梦里，哥哥，我都是演那种有光头帅哥的。他们总是会从窗帘后面冲出来欺负我。哥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有好几次我刚下播，他们就冲出来了。还好，虽然当时的摄像头关了，可是小黄人把一切都拍了下来。可是我心里害怕，我都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，只能够藏在我的心里。感谢我们的痴汉陈可汗。不过我真的希望有人可以帮帮我，如果你们愿意送我一个飞机的话，我会把我拍到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，希望你们是认真的想要来帮我。有意者送个飞机给我。谢谢哥哥，爱你哦。哥哥们帮帮阿兔吧，陈可爱哥哥可以私信我了，爱你哦。私信我你的 QQ 就好了，直接发吧。好久都没有萝莉音了。那哥哥，阿兔现在就给你萝莉音好不好？现在还在迷糊哦。
睡吧，感谢我们的无敌贼窟生皮怪送给我的一个鱼丸，谢谢，谢谢哥哥们送给我的礼物。嗯，大好きだよ。睡吧，爱你哦。加你了，宝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的话，可以帮我通过一下。気持ちですか？よかった。免疫了。没有感觉了吗？如果没有感觉了的话，就是大乐该吃药了，大乐该吃药了，大乐吃了这剂药，大郎的病啊便可大好了，听话，怎么会不行呢？大郎一定要撑住，大郎怎么可以不吃药呢？不吃药可对你的生活没有益处啊。大郎乖，吃了这剂药，阿土便可以和你好好过日子了，大佬。就是那个圆月卡，就是那个很可爱的圆月卡，送一张给我吧，好吗？实在找不到的话，送个飞机也可以的，哥哥。我们飞机会有更多的宝，
感觉啊，有感觉就好。送个本卡或者飞机会更有感觉的，亲爱的。感谢我们的野刀神哥哥送给我的一张板卡，给我发一个站内信吧。点击阿兔的名字，发送站内信就好了。感谢我们陈亚之仇你哥哥，在阿兔直播间里开通的钻石粉丝。开通完之后可以私信我呀。爱你啊。感谢豆豆为爱送给我的一张板卡。送飞机哦，哥哥，飞机或者火箭都是可以的。老板。送一个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来试试主播的功底啊。阿兔是个老主播了，你放心啊，这里功底比我还深的没有几个了。不仅口腔音一绝，
还是有双重身限的呀，懂的都懂。毕竟谁能够一边在追你跟你说要好好学习哦，一边又爸爸你回来了啊，这叫什么双飞机，我也不是很清楚啊，对吧？也不知道哥哥你知不知道我的英语不是很好啊，不过阿兔的日语不错，哥哥要不要感受一下阿兔的日语啊？私の日本語はルイージペルレペルです。是的，送飞机或者班卡都是可以的。気持ちですか？お兄ちゃん、私は留学生です。感谢我们的痴汉陈可爱送给我的钻石粉丝哦。谢谢亲爱的，你真好。哥哥，送完之后要私信我，把你的 QQ 发给我。不是啊，你的那个 QQ 有问答，所以加不了哦。我回复你了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阿兔也想加哥哥呢，不过哥哥不给阿兔机会呢，好苦恼啊，好想接近哥哥。可是哥哥不给兔兔机会呢。是的呢，祖儿个死心吧。
感谢我子清哥送的。一个半壳，哦，一个飞机。谢谢哥哥。哇哦，哥哥好棒啊！二兔，好喜欢啊！总是断开连接啊，那就跟我连接的再紧密一些吧，再紧密一些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了。加哥哥们了，记得帮阿兔通过一下。来，我哥哥还没有看到我加你吗？我换个号加你。不会吧？感谢柚子茶哥哥送给我的班卡，爱你哦。好多的哥哥，太享受了，要睡觉了，好的哟，早些歇息吧，亲爱的。今晚就在阿兔这里睡吧。还在日本哦。
这个豆豆为爱，可能是我的台风吧，刚好吹到了你的心里，是这样吗？是的呢，宝。都说了，送办卡不亏的。是不是没有骗你们呀？学的日语可以派上用场了，所以哥哥送个飞机啊。豆豆哥哥，我给你发邮箱了，你这个号是没有邮箱了吗？哭了。换一个耳朵了，亲爱的。是的，视频、音频、写真集都有的，亲爱的。飞机还可以累积消费。可以累积成火箭的，我的宝。要不要送一个？哥哥可不要乱讲，阿图博士，不是那样的。感谢我们子期哥哥开通的钻石粉丝哦，谢子期哥，子期哥再送一个飞机，就可以变成火箭了哟，爱你哦。
感谢我五月天哥哥送给我的一个飞机哦。哥哥们喜欢阿兔的话，可以送送飞机或者办卡呀。睡吧，睡吧，亲爱的，不会像我想的睡不着吧？是不是这样啊？我怎么就无敌了，爸？爸，怎么就无敌了呀？嗯哼，亲爱的。欢迎我晴空哥来到直播间。送个班卡或者飞机会更顶的。亲爱的，要不要送一个给阿兔？嗯哼。好的呀，哥哥们可以给阿兔送个飞机或者班卡呀。可以试试吗？谢谢哥，谢谢晴空哥哥的月圆卡。哇，完成了四星挑战了，开心。而且还会完成我们的中秋的活动哦。真不错呀。
没有送过飞机或者班卡的哥哥，可以也在阿兔这里上个车。大郎，大郎不会还没有尝过阿兔的滋味吧？大郎。晚上好啊，大郎。哥，喜不喜欢阿兔？不，现在是不是应该叫老公了？老公在干什么呀？怎么不理阿兔？发现我是真的控制不好。再悄悄。那要小心走火哟。在呢。在的。感谢我们的喜欢，韩星星送给我的班卡。送完班卡之后，可以私信我的，亲爱的。
睡吧。我的手指好多，人家真的是三十六滴了。不信的话，哥哥可以试试啊，对吧？真的是大大的，不行，哥哥可以送个飞机试试啊，送个飞机即可解锁三十六滴啊，熊猫哥，你的熊猫好性感啊，阿兔好喜欢。怎么办？又被你的魅力所折服了，还谢谢哥哥，可以发个 QQ 给我，或者邮箱。熊猫哥，可以带上我的粉丝牌吗？送个班克，带上阿兔的粉丝牌吧。你的名字实在是太性感了，阿兔好喜欢。哥，是的，是在日本留学的呀。想听听呼吸呀，可以的。你干脆说你想听我娇喘好了，滚。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对吧？但是咱们要有来有往啊。
我也会明确的拒绝你的，不行。再说一次，滚啊！好的，死鬼，滚开啊！讨厌。滚开啊！不要过来啊！你再过来，我就要喊救命了。救救我！感谢吴先生送给我的本可，谢谢先生。送完之后可以私信我。干啥呢？刚刚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，就是不受控制。是的，一张盘卡都不白送的呀。大壮，这不是我们村口的大壮吗？壮，你来了，翠花，我好想你啊。私信当然是有东西了吧，阿兔的一片真心想要交予你呢。老公，送了本卡或者飞机之后就私信你的。好老婆吧，大佬。大佬，不要整天只顾着卖炊饼了。明儿哥，我们不卖饼好不好？今晚陪陪我吗？感谢十九年。送给我的一张半卡。感谢大壮的一张半卡。送完之后，把你的 QQ 或者邮箱交给我。怎么可以随便喊这种东西呢？得加钱。宝，这个得加钱。哥哥发你邮箱了，注意查收一下。是的，办卡就有，
只是飞机更多而已。这要是阿土穿的很多，很多的大佬们都不知道阿土的小剧场能力很强，特别擅长讲故事。我之前也上过班的，不过当时单位的领导总是欺负我，他总是让我晚上跟他一个人加班。阿土真的好害怕。但是他总是跟我说，我若是不从，他便闯我的鱿鱼。于是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有第二集的，我的宝。睡不着啊。睡不着，所以来找我了吗？那你等等啊，坏总，我先给我家大佬喂个药先，好吗？大佬，该吃药了，这是今日份的药。办卡是音频，飞机就有视频了吧？感谢干干哥哥送给我的办卡。感谢964哥哥送完之后私信阿土的，私信阿土你的邮箱吧。爱你哦。多来一点呼吸啊。睡吧，送一个半壳更觉得哥哥们也可以直接上个飞机啊，不会是在害羞吧？
睡吧。腰好疼。可能需要退出重进一下哦，哥哥。感谢我们谜一样的男人送给我的一针半颗，谢谢哥，爱你哦。送了办卡的哥哥，要是觉得满意的话，也可以送个飞机给阿兔。这是对 A 吗？哥哥你在说什么？这是对 A？ What are you doing now？你在说什么？这是对 A。 你管大大大叫对 A？ 送了飞机的哥哥就知道了，想要那个圆月卡哟，宝，圆月卡哟。圆月烤窑起来的，是的，很快就要中秋了，有点东西哦，送个飞机就可以看到大大大了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。我们直播间的，马老师，办卡可能不适合你，要不送个飞机吧？你说呢？送完办卡之后，记得私信阿兔，你的邮箱。因为今天的 QQ 加不了人了，今天的哥哥实在是太热情了。你送哥飞机就知道了，好吗？好吗，宝？你私信我了吗？给我发你的邮箱哦。嗯，马上。稍等哦。
然内心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慢。哦，你没发邮箱啊？原来你没发呀，宝儿。原来是这样。感谢我们的琥珀青少年送给我的半个不月饼，吃到了，谢谢我亲爱的。马上就要出来了，老公，不要！波哥哥送了办卡吗？怎么没有看到波哥哥的办卡呀？嗯哼，啊。睡吧，好的呢。希望波哥哥可以下次再来给阿兔送个飞机哦，好吗，亲爱的？谢谢亲爱的的月饼，好好吃哦，啊，我一吸还想要，可以全部都给我吗？办吧，
睡吧，哥哥们，坐坐飞机或者班卡，疼一疼啊，吐吧，哄哄啊，吐开心吧，好吗？心疼哥哥，一般就我觉得重新下载一下就会好了。重新下载一下，应该就能好了。睡吧。哥哥们送个飞机或者办卡吧，亲爱的，帮帮我。飞机会有更多的，亲爱的。
去吧。可你今晚，哥哥送个飞机，回去办卡给阿图吧。我倒是想骚，主要是你们也不配合我呀，你说对吧？姐姐那就是欧尼酱。好的哟，感谢来胖送给我的一张半卡，送完之后私信我吧。谢谢亲爱的。礼物都是不白送的。欧尼酱。一緒に遊びますか？ゲームをしたいです。お兄ちゃん。有老师的味道了吗？可能是看到你吧。就老师是感谢坏了，好了起来，送给我的本卡。谢谢亲爱的，班卡和飞机都不白送的，送完之后都可以私信阿兔。哦天哪，刚刚我的美颜掉了。哦，好大的脸盘子。是的，我确定你送个飞机要是没有36D我就吃掉。可是就是有36D啊。感谢马老师的大雕送给我的一张板卡。我以为你不会送呢。
没想到马老师啊，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给阿兔送的呢。马老师啊，好的，我看看。所以你亏哥哥，要不要送点礼物啊？你亏哥哥，没有看到你的私信啊！我刷新了，还是没有看到你的私信。哥哥，就是你送完之后。你要点击给我发送站内信，我只教一遍哦，不用加我好友的，直接发就好了。对，点一下我这个头像，然后发送站内信就好了。好的，马老师还是快啊，这速度简直了。有视频的哥哥，你的邮箱是错的，你给我发错了。就是 QQ 邮箱，你可能发错了。检查一下吧，是不是多打了一个数字？送飞机的话有视频的，有四个视频的，差不多有一个小时。飞机啊，飞机才是视频。飞机才是食品啊。办卡是音频啊，宝。办卡是音频啊。加我为友吗？有的，宝，什么都有的。要送一个吗，亲爱的？有没有哥哥送阿兔一个飞机啊？
感谢我你亏哥，你亏哥把 QQ 给我吧。谢谢亲爱的静儿哥，终于又收到玉兔飞机了。那你滴滴我一下，我给你加，好不好？谢谢哥，私信我就好了。我，是我呢，宝。感谢我们的爱意成双的鱼啊，送给阿土的一个飞机啊。谢谢老公。阿土好喜欢。申请加你了，你才是到最后的男人是吗？居然还是老粉丝了，是吗？爱你哦，感谢马老师的大雕送给我的，感谢我你亏老公送我的礼物，我加你亏哥哥了，不知道，哎呀。那个爱商他送了飞机啊，送了飞机了宝，所以这不得额外优待一下。好的呢，就是有点东西啊。
好的呀。你给我送个飞机，我下次就穿得露一点，好不好？你接二个送了，我接二个，马上就去改变我的着装，可以吗？嗯，可是我不想要大哥的飞机啊，我想要你的，我的宝。准备下班了呀。
老公，